故中有你，今集又讲乜嘢呢？嗱，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大家记住订阅、分享、赞好我嘅频道同埋我嘅影片。嗱，今集嘅题目咧就系想同大家分享咧呢一个福报啊。咁一提到福报咧，大家咧就会即刻谂到咧就系福报系积翻嚟嘅。福报咧就系可能系你前身积翻嚟，或者系你今生。積返嚟喺今生裏面呢現世報俾你嘅。但係好多人呢只係著眼睇個福報一樣嘢。原來呢喺呢個宇宙嘅自然法則裏面呢，好多嘢呢就係必然係有上有落，有高有低。我哋不能夠呢就淨係睇好嘅一面，我哋都睇埋呢唔好嘅一面。凡事呢都係兩面睇嘅。但係當然啦，大家觉得享福好定系受苦好呢？我谂冇人会答你话受苦好噶，个个都会同你讲梗系享福好啦。但系其实喺我哋佛教嘅理论里边，呢、这个亦都系一个咧宇宙嘅自然定律，就话当你受苦嘅时候，其实就喺度帮你消紧业障。你越系苦，越系受得苦。你的业障就越快可以消除，等于我们讲的病，病原来是消业的其中一种方法。当你大病过后之后，其实帮你消了某一部分的业障了。相反来看呢，当你享福的时候，你一路享福，原来就一路消紧你的福报。当你的福报消晒之后，你的业障就会来，到时候呢就没有东西去中和回。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用福报呢不要用得太过尽，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福报，应该享的时候才享，留下的福报呢就要来呢去跟你自己的业障、去做抵消。之前呢在节目里跟大家讲过呢，人的福报呢就等于一桶水，而人是有漏的，即是说这桶水里面呢是必然有窿，是会漏水。但是有多少个窿呢？这窿大定小呢，就决定了你漏多少水走。如果你说你有积福报的，不停将福报倒落桶那里，即是将水倒落去桶那里，你的桶而个窿又不是大，亦都是小窿，这样呢你漏走福报是慢，倒入嚟嘅福报多，咁你嘅福报咧就有排烧啦。但系如果你又唔做好事，又唔做善事，靠咬老本使你前世嘅福报，你桶水有几满都好啦，因为你个窿当越嚟越大嘅时候，你漏走嘅福报咧就越嚟越多。当大家烧尽晒福报嘅时候咧，苦咧就会嚟噶啦。就好似咧，大家会听到咧好多类似嘅新闻，就话某啲人咧喺外国中到一啲彩票啊，大奖中到啊几亿美金啊，或者系几千万美金啊嘅巨奖，咁佢福报来临咗咯，但系佢哋唔识得惜福，佢哋不停咧利用呢啲咁嘅横财啊嘅钱啊，去将自己嘅福报咧烧光咗，去不停享受。咁呢个不停享受里边，去提早将自己嘅福报咧烧走晒，跟住咧换嚟咧就系咧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甚至乎咧连人命都冇埋。咁呢一个咧就活生生话俾你听，烧福报咧系几咁危险啦。咁啊，故中有你，当然会同大家讲下古仔啦。咁今集同大家讲咩故仔呢？呢一集嘅故仔嘅主角呢，就系佛陀嘅亲弟弟。佛陀有个弟弟叫做难陀，佢系同佛陀咧系同父异母嘅亲兄弟。咁难陀咧，佢非常之有呢一个福报，
佢除咗咧係皇室嘅成員之外咧，佢仲娶到啊印度嘅第一美人啊，孫陀羅做佢嘅妻子。孫陀羅咧人又靚又夠嬌嗲，對於蘭陀嚟講咧，簡直咧神魂顛倒啊！自從啊蘭陀娶咗孫陀羅之後咧，基本上咧佢同佢兩個都係成雙成對，形影不離。因為孫陀羅啊本身都非常之中意蘭陀，佢唔捨得俾蘭陀離開佢半步。而蘭陀咧就係、是、一個標準嘅老婆奴啊，佢啊寧願同呢個美女老婆日日夜夜喺度過二人世界啊，都唔願出門口半步啊。但係身為哥哥嘅佛陀咧，感覺到姻緣咧成熟啦。有一日，佢就叫蘭陀去精舍度幫佢送飯過去。做細佬嘅就覺得奇怪，呢咁多下人唔叫，做乜嘢係要我親自送飯過去俾佢咧？但係啊，因為哥哥嘅命令啊，佢又唔夠膽違背啊。不過咧，又過唔到妻子嗰關，因為妻子半步都唔肯俾佢離開。咁點算好咧？佢就唯有去求佢妻子孫陀羅啦。孫陀羅喺好唔情願之下，就捉住蘭陀隻手喺佢手上面吐咗一啖口水。佢就話：你必定要喺啲口水乾之前翻到嚟，如果唔係，你以後都唔好翻入嚟啦。咁啊，蘭陀聽到之後，當然我心就好聽老婆話，諗住咧就早去早回啦。當佢啲飯送。送到去精舍的时候，佛陀叫他留下，说有事要跟他说。他就说我赶着回去见妻子。他说你不用回去了，我决定了即日在这里帮你剃度出家。哇，蘭陀听到之后晴天霹雳，哥哥你不要玩啊，你无端端做什么要我出家？他说这个是你本身的果报，只不過之前那個姻緣未到，而家嗰個姻緣成熟啦，你係時候喺呢個時候出家啦。跟住唔得，我唔可以出家噶，我唔捨得我一個咁美麗嘅妻子啊。但係咧，佛陀就唔理佢咁多，強行咧就幫佢剃度。咁啊，孫陀羅覺得我心好灰。就半日坐咗喺精舍嗰度，沒精打采咁樣喺度發吽豆。佛陀望到佢，話你唔使發吽豆喎，不如咁樣啦，我帶你上山行下。咁佢就帶住蘭陀行上山，上到山上邊，哇，好多馬騮喺度走來走去。咁佛陀咧就問阿蘭陀啦：，咦，你覺得？呢度啲馬騮靚啲，定係你家中嘅妻子靚啲啊？唔好玩啦，梗係我家中嘅妻子靚過呢啲馬騮啦。咁佛陀就話：啊，你真係聰明，你識得分好醜啊！咁蘭陀就唔明啦，話係人有眼都睇出，一隻馬騮點會靚得過我呢個印度第一美人嘅妻子咧？咁佛陀就话：我而家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去边度啊？我带你上去天界度睇下，好唔好啊？哇！蘭陀就话：天界我未去过、啊，好啊，哥哥你带我上去啦，咁样。咁佛陀咧就利用佢嘅方便法门，一下子咧就带住蘭陀上到去天界。佢上到去。第一時間已經目定口呆，因為咧天界上面好多天女喺度。咁當時蘭陀嘅心咧已經心猿意馬，望住呢啲天女目定口呆咁樣。
咁佛陀又再问阿难陀同一个问题咯。咁你觉得呢啲天女靓啲，定系你家中嘅妻子孙陀罗靓啲咧？跟住难陀就话：梗系呢啲天女靓啦。啊，你又真系聪明哦，一眼就分得出天女靓过孙陀罗。跟住咧，难陀直接再问佛陀一个问题，佢话：咦，呢啲天女喺呢个天宫度，咁呢个天宫系由边一个主宰呢？边一个人系呢啲天女嘅主人呢？佛陀就望住难陀话：呢班天女嘅主人咪你咯，因为你今世跟我去修行，来世啊，你将会啊嚟到呢一个天宫嗰度做呢个天宫嘅主人，呢啲天女全部都系会陪住你，由你拥有噶啦。难陀听到之后非常之感恩，跟住咧佢跟佛陀翻翻去精舍之后，就非常之精进，好努力咁样去做呢一个修道啦。因为他的目标已经放了在将来他成为天宫的主人的时间，就可以拥有一班美若天仙的靓女。但久而久之，佛陀就发现难陀的心只是想修阿修罗，并非是想得道成佛，所以他要带他走回一条正路。他又有一天又走去找难陀，就话我又带你去一个地方啊！咦，难陀话今次去边啊？上次去完天宫，今次会去边度呢？我带你落去地狱度睇下。吓、啊，地狱系咪好恐怖嘅咧？都好啊，见识一下。跟住佛陀就带到难陀落地狱，然之后就叫佢：诶，你自己去行下啦，我喺呢度等你。你行完就翻嚟呢度揾我啦。咁难陀就自己一个人喺地狱嗰度周围游走，佢发现咧地狱咧真系非常恐怖嘅地方，里边有好多地狱嘅众生正在咧受紧一啲咧刑罚，而呢啲刑罚咧都系令到佢哋血肉模糊嘅残酷刑罚嚟嘅。咁虽然咧佢觉得好残酷，但系亦都觉得好新奇，佢一路咧就向前行。他走到呢一个大窝那里，看到窝中呢有窝人，而看到呢有两个呢鬼差呢正在在透火，但是呢那些火呢似有还无这样，而两个鬼差呢透火呢竟然呢瘫在地上睡觉、哦、跟着他就忍不住走过去，两个鬼差就问、哦、你们两个为什么偷懒、啊、你们两个不是在烧油的吗？跟住佢就话：我唔使咁急，呢锅油有排都未用。跟住难陀就问佢：咁呢锅油系点样用噶？哦，呢锅油梗系要嚟炸人啦、啊。炸边个呢？而呢个人点解有排都未到呢？啲两个鬼差就同难陀讲：哦，呢锅油咧就要嚟炸佛陀嘅亲细佬，佢名叫做难陀。哇！难陀听到之后啦，即刻飙晒汗，问佢点解要炸佢啊？啲两个鬼差话：因为咧，难陀虽然咧佢出咗家，但系佢只想咧收阿修罗嘅福报。当佢啊喺天上面啊享完呢啲福报之后咧，佢啲福报将会消尽，佢就会直接落嚟地狱呢一度受地狱嘅苦难噶啦。但系因为啊喺天上嘅福报，是一个很长的年期，他有排都未到，不过总有一天是会消完的，所以呢我们暂时可以休息一下，等他落到来我们才烧滚这个窝油。难陀听完之后呢就整身飙晒汗，跟着即刻走回去找佛陀，跟佛陀说：我会用心修行，我要脱离六道啊，不再在六道里面受苦。虽然在天道里面
我是享緊無限的福報，但福報總有燒乾的一天，到燒乾了我仍然要在六道裏面受苦，那我何不現在不精進一點，發起這個出離心去離開六道呢？听完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人呢是踩着两条船，同一时间在一个海上面，左脚踏着一条船，右脚又踏着另外一条船。那这两条船里面，一条船呢就是往西成佛的船，一条船呢就是在六道里面呢浮沉的船。我们要下起一个决心，一个出离心，递起你自己、在六道里面的一只脚踏晒落去，能够往生西天嗰条船上边，咁样啊，先至可以啊，真真正正离开六道之苦。如果唔系，就算你喺六道里边上到去上三道，喺上三道之中去到最上品啊嘅天道，但系总有消完福报嘅一日。所以我哋做人呢，而家我哋拥有一个人生。人生难得的原因就是我们能够修成佛果，只有人生才可以。我们就要好地珍惜我们家这个人生，我们的缘发起我们的出离心，才可以离开这个生老病死苦。在这里给多一个捷径大家。刚才提到受苦其实就正在在烧紧业，而享福报其实就正在在烧紧你自己的福报。但是原来无论在受苦又好，在这个享福报又好，原来大家只要有一些发心的存在，这些发心可以令到你的命运有所改变。这些是什么发心呢？就是说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如果我们想着这些苦是除了帮自己消了这些业障之外，还要想着希望我们现在所受的苦可以帮其他同样的受着这种苦难的人呢，帮他们消灭，令到他们不用受这些苦。这个发心呢是非常之重要的。记住，我们不是凭空想象，不是念口妄，我们有这个发心在这里。我们这个发心是一定要存在，我们一定要观想到其他受苦的人是怎样苦法，你要代替他们受这种苦。反过来，到你享受你的福报的时间，你不想你享受福报的福报烧得那么紧要啊，去烧晒你的福报，你可以在你享受福报的时间呢，你落一个发心，你在观想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你希望我现在的福报可以降临在他们身上，可以帮到他们，我享的福就是他们享的福。这个当然不只是凭空想象，你要有些东西付诸行动。在付诸行动的一刹那里面，你要想起我的发心是希望可以帮到他们。即是说当你享福和受苦的时候都好，你都要想着一些在苦难中的众生，希望可以帮到他们，希望你的福可以分到给他们，希望你的苦是能够帮他们代替他们来承受。又在这里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在以前呢，有个人他叫做杂俄之女。在他们呢那个年代呢就好兴呢，就是出海嗰度呢就寻宝嘅。咁有一日呢，阿杂俄之女呢就同佢妈妈讲，我要出去大海嗰度寻宝。
但是他妈妈呢就拒绝他，他说不可以，因为呢你爸爸当年呢就是出海寻宝，一去就没回头，葬身大海之中，我不想冒埋你，所以我不会给你去。就因为这样，大家不同的意见发生了争执，集和之旅呢就嬲起上嚟，而佢妈妈阻住佢，就将妈妈推咗落地。但系妈妈推咗落地之后咧，仍然揾双手捉住佢对脚，唔俾佢走。佢惊佢真系出海而浸死。但系咧，集和之旅咧，佢觉得佢妈妈左手左脚啊，就起脚就踢佢妈妈个头，踢咗几下，因为佢妈妈个头啊痛啊，所以咧就松手，佢就系咁样咧走甩咗。終於就出了海那裡尋寶，怎知道呢？被他媽媽呢開口中，寶就尋不到了，他跟他爸爸的命運一樣葬身大海。由於他生前打過他媽媽，所以死後就直落地獄。他落到地獄那裡，竟然第一個情景就見到有人行刑啊！地狱有一个众生是被一些鬼差按在地下上面，而且有一个很巨大的车辘啊，碌到去他的头上面，在他头上面啊，不停啊喺度碌来碌去，碌来碌去。跟住咧，个脑就扑一声爆咗，啲脑浆咧就飞晒出嚟，成地咧都是白色的脑浆。场面非常之恐怖，集和之旅啊，见到咁样之后咧，我心就好惊，佢就问啲鬼差，究竟呢个众生犯咗咩事，要受一啲咁残酷嘅酷刑啊？鬼差就话，佢生前啊，就系因为起脚踢佢妈妈个头，所以啊，佢就要受呢个酷刑。被车辘辘爆个头，集和之旅听到之后咧，更加就惊，因为咧佢自己啊就系因为起脚踢佢妈妈个头，亦都唔听佢妈妈话，终于嚟到地狱，即是话下一个要受呢个刑罚嘅就系佢啦。咁佢就问个鬼差，跟住落嚟系咪轮到我去受罚咧？鬼差就话。下一个就到你啦，跟住二话不说，就将集和之旅揿咗喺地上边，将个碌放咗喺佢头上边，准备碌过佢头之际，集和之旅喺呢个时候竟然佢就喺谂紧，喺阳间上边仲有好多人同佢一样，曾经用脚踢过妈妈嘅头。他们将来来到地府一样要受同样的苦难，他的心就觉得很难过很痛苦，当时候他就跟自己发一个大愿，他说希望我可以代替现在在阳间上面的人他们所犯的罪业由我一个来承担，他们将来来到地狱不需要再受这个刑罚。就是因为这一念他发了这个大愿，当他受了这个酷刑之后，他就立刻转身去到33天成为天人。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原来你真心去发大愿，真心去忏悔，真心去认错，我心是想利益他人，他是可以改变到你在六道里面流转那个过程，好像集和之旅那样，他即时跳过地狱直上去做天人。当然啦，我们讲这个发心一定要真心真诚，如果不是没有用的，不是说想下就可以了，不要大家想着这么轻易想下就可以了，我们在想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要出自发心，我们要堕入去其他的众生上面，想他们受的苦。
其实这种是一种菩萨道，你为众生而怜悯，你为众生产生慈悲心，这个本身就是菩萨的大愿。到你去思维这件事，去想这件事的时间，虽然你不是菩萨，但是你就是等于帮助了菩萨去成菩萨的愿，所以是一个功德。好了，今天呢的故中有理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为止，下一集再跟大家讲其他的佛学故事。故中有理，是不是还想看多些我的影片呢？以下是我煲哥推荐给大家的精彩影片，如果未曾订阅我煲频满座的朋友，记得按一按我订阅掣，还有按旁边的小铃铛啊。